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哎，大家好。出关之后，就算没有公开行程，也特地到了党中央开行程闭关会，成功整合党内资源的朱朱姐，就像吃了大补铁一样，转股成功。不止打国民党擅长的组织战，洪秀柱的空战也很有策略。脸书播出的支持者帮他做了坚持 MV， 替他加油打气。咱到底来，坚持打拼出头天。闭关之行成功拿回选战话语权，更破除了换柱留言，让党内天王没有杂念，只能够挺住向前冲。洪秀柱出关，誓言选到底，黄坚持全力支持。那用脸书预告，当然是不是会大家比较觉得流行一点，或比较特别注意一点了啊。但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提出一些看法也是好事。闭关的前后就像分水岭一样，还被媒体分析背后似乎有高人指点。借由闭关3天，终于再一次抓住大家的眼球，然后把发球权夺在手上，然后大家所有的人都在等你这次要打什么球。坚持走对的路选到底，出关之后的洪秀柱选举的行程更有别以往传统造势，结合府院党资源的朱朱姐要和眼中的唯一对手蔡英文争第一。记者陈建安、林佳元台北报道。